飞鸭呢？Introducing your champion. 有一个飞我旁边。如果有意识到，我们可以先回去抓那一只。没有看到。我只看到第一个飞下来的那个，我就很认真的看他。Fall master. Falling's most of it. 但我刚刚看那个，这里还蛮酷的。Unless you don't want to survive this.好像之前我们停长跳啊，那边有三层，那个也是挺好玩的。啊，如果你不想打中间的落地站，可以往旁边跑。Good protein。市场。足。你转走了。不喜欢吵架、哦、啊！又是一颗球，没错，它的边边都会有那个箱子可以开，然后中间也会有东西可以拿。中间往下跳的话，这是韩国的店呢、欸？难道有你看过的吗？没有，就是韩文，就是韩文。好吧，有妈妈在吃披萨的海报。好棒的地方，我这里一定很好逛。买，是有这个地方。买。我跟他打架。最下面还有一区好玩。Evo harvesters are now available. Extra supplies here. 没有错吗？Level 2. I'll use that. I'm taking a new angle. Let's hunt over there. Susie. Chicken. 这是什么？路上热卖小吃：包子、葱油饼、烤肠、饭团。我已经失心疯了。感觉逛街逛得很开心。这是什么啊？这什么文啊？印度文。那好像这里吧，好像有一组，我们可以打这一组。三倍。Another level means another upgrade means survival. This upgrade's gonna make killing everyone so much easier. Level 2.不对，他们好像在这个哎、欸，超远，还蛮远，那可以去看看。这个点外面那圈都可以逛。Optics here, mid range。好吧，买四组。哦，我怎么是拿这把枪？我的 R301 呢？那我们要去广场。Let's hunt over there. I'll take that. Current angle sucks. Switching it up. 想说怎么说？想睡就睡。想吃就吃。睡16小时就睡16小时，不行。那好像睡得有点久。不是说想睡就睡，大人都在骗人。但是一次睡太久也不太好。是章鱼吗？往我这，往我这，往我这。好。Oh my god！ 真太可爱了吧！可以往空投那里靠，这边刚刚有一组，他们一定还在。他帮你捡吗？好啊，我是懒的。在上面，在上面。New kill leader, soon to be me. 嗯、Tagged him, opening fire on our prey.上面。Tag some prey。突然，你一直找不到自己要往哪里走。
20。三十多在那，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给他们大啊，这位置我不知道那位置长怎样。但你们好像也不好过来，对不对？嗯。他们在我们这一栋的屋顶，好像可以靠。要等一下来。哎呀哎呀！他们被我烧到看不了边边。楼上哦，慢慢看。哎，不要不要打到破甲一只，不要打到扣血这样子。粘到，可以冲，可以冲。打一个，这边对对花生到楼上 ，nice。我打，这边两只，这边上面。怎么也打？女王退了，还有一只，嗯，还有一只在外面跑，让他跑。我直接扫他。集合团。Replicator here, falling down. Yep, this is good. This is a good thing. New kill leader. Now we're going to do it. Standing call. Go. Yeah. No.是一个厨余，好像有声音，但又找不到了。好吧，那我只好去拿进化点啦。Backpack here, energy ammo here。那就是那边有一个。Survey beacon over there. I can hot wire that.那我生命线应该会想要做牌。Ask the squads, our worm food. 那我就看这儿。完美。我多拿点。Launching to a new angle. 那个雷呀、啊，那个雷呀、啊，那个雷，那个电呢、啊？那你在这附近，我去。找他，宝贝儿，有看到墨山地图可以说，拿他回去。没关系，不一定要理他。我看一下一些在哪。他们想过来，飞过来。然后那边专做复活点。这里还是可以守。那他叫重生台，他喵喵，他已经在叫了。哦，那。那他跳走。嗯，我往上。Need a new angle on this. Got us a new kill leader. Wouldn't mind saying good day to him. Reloading. 哎，没有，他是用你们那个下面的复活点啊。对，对啊。啊、就是刚刚我要回头的时候，我已经没有，我已经来不及了。
我已经听到他，我已经看到他的啊，真的很漂亮。然后回头已经用不了，拦不住了。但我们这样代表再打一次，又两颗头。打你们吗？还是别人在打？别人在打。Look, there's a mark over there. Got a tag on him. Shattered the prey shield, opening fire on our prey. 边左边底下有。没错。We're already inside the next ring. Time to find a good perch. Reloading. Deploying the knuckle cluster. Go visit Lula. 可以不要弄太往前喽。没有往前。Replicator incoming. 那是我的幻想。Let's go. 有狗。店妹已经在那边了。不知道另外组还有没有在看，但是好像男生好像没有在看。后面在打了吗？Recharging my shields。在这，感觉退不太掉。别！没事，那个阿姐，我们要准备往后哦。你怎么还没补完？还没补完，因为那个马姬的球到脸上。我们往后退吧，资源太惨了。他们会来啊！哎，来到了，各位。是黄金的宝啊！对，这中间好像可以，可能可以。OK。那且大点几颗，一颗，两颗，开，转眼都直接开。我先扫人在哪？这里扫过了。这本刷新一下了。加个地精盾。哎，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哒。Rings nearby and it closes in 45. Why wait? Let's go. 圈外箱子有开过了吗？大医疗的加个地的箱。那个开过，我们一开始都跳着。哎，有人还要补，还要补，你可以再开吗？我们大店有缺，这里可以采，赶快开一个，我两颗。妹，那个这是什么东西呀？那几个金头？我有了。啊，我们大补。这条电呢？你先带着，我们跑圈。啊，箱子会重置还不错。哎，剩三组了。在我们隔壁打完的吗？那爬不上去有点尴尬。
这也是圈内。但位置没，位置很尴尬哎。哦。底下。听起来是有声音的。嗯，听起来蛮近的。哦，那我们这样就更前进了。对。嗯。狗嫂。看到好可爱的东西哦。对，他们在那，他们在那栋。Pick up your feet. Let's go here. 亮路。哎、欸，你小心。我觉得我们就在这里逛就好了。被找到了。没事。Shots fired, and they're hitting me. Giving my shields a recharge. 屋子没有到很好了。只是至少他们那两队可以先打我。Recharging my shields. 小心这边。There's one right here. Bam! There goes a booze old dirt. Something like that. Opening fire on my prey. 10 seconds and the ring's close. 好家伙！哦，他已经有一点，有点破。人掉血了，他他拉上去了。Mark and level 5 shields over there. Part of a full squad. 右边比较可能会跟我们卡点。Pray there with level 3 shields. Part of a full squad. 哎、欸，右边，等不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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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等一下小心右边。这个没有掩体哦，小心。我们是没有要冲。嗯。我觉得可以先不用射，他们刚刚在那里。感觉好像不用拿枪、欸，在哪里？倒一个，有倒一哦。嗯。哎、欸，走、欸、走走，这边这边滑绳上去。哇，有点小危险啊！大大大后 Q。慢慢来，慢慢来。哎、欸，有人，后面有人，后面有人，后面有人。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小弟，小弟，你金盾，你金盾，冷静，冷静。啊！我在干嘛？啊！傻一点！我在上面，我原本想说我要边掉一个了。但那边其实不是上去那里啊。你跳到最上面，我们下面有一只，其实就先打下面的。No。对，然后我有说，我拉太高了。对，我上去这种通常，因为上面他们一定有人站，然后刚好他们下面有人，其实就直接站下面。而且当你拉越高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有机会对你输出越多。所以通常我们这种拉，其实就是已经很风险了，然后也一定不能爬到太高。对，然后刚刚其实已经很好的是他们。有一只在下面，然后又有一只跳下来。如果我们三个那时候都在的话，应该就可以了。对，可惜第二只是被我变下去的。因为他是想要射我、啊，他满满的。想要揍你们。嗯，好吧、那個。下次可以多知道。休息，休息。辛苦啦，下次再玩。辛苦啦。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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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啊，最后这场小可惜，大家也累了，跟我们也在比较少一起玩，还是磨合，打可以认真一点，主要是
刚刚我是想下去啊，然后夏洛蒂要上去，其实也可以，但是就是要说，因为他没有说，那就变得我就会觉得队友在我旁边，而且因为我已经讲要走这那样，那他上去打法就一定会换，我就不会去直接去冲那一只。没事，以后再跟他多沟通。但是其实我们团队很不错，好不好？棒棒。虽然这是同学场，但是大家都是同学。我之前是白金二还是三忘记了，也是被打到同学，所以现在同学都是蛮凶悍的。还有吃一击这个前五名蛮多次，不错。只是新地图有趣啦，但是真的要好摸索，感觉比过往的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摸索，因为它每一个区域啊、房间啊都有各式各样的路可以去打，但这个一定是好事，就变成你的战略玩法会变得更多，不会是很固定的，你挡这就好，守这就好。是不错，而且他的那个箱子的这样的更新也不错。你看像我们打完这一波真的很没资源，那后面搜一搜又有资源，这就还蛮不错的。这个新更新我是抱持着肯定，好不好？差点原本要把 A 配给砍了，勉强继续再玩新赛季，不错不错。但是那个哇，现在基本都是这个。我们刚刚打暴风点好像也没有注意到外围的箱子有没有那些变化。对啊，这感觉是之后多玩就会知道了。对啊，好玩，之后可以再找大家来玩。应该多开黑台可以，会应该会有机会啦。那个薛莹跟夏洛蒂他们两个也蛮常玩的，对，只是新朋友就要慢慢磨合，然后他们也是枪比较是金牌场的，还在金牌，白金的以上的朋友还要再慢慢来，呵呵，慢慢磨合，好玩好玩。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再玩。晚安晚安，好晚的，晚安，拜拜拜拜。